是追逐，永不放慢步调。筑梦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歌唱。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要为彼此护航。放手翱翔，展开翅膀，在此刻。双面西王母。就是小甲鱼吗？老婆婆，老婆婆，你不就是老婆婆，不对吗？看来你是个好孩子，心无杂念，内心善良的人才能看到我这个样子，内心不纯洁的人只能看到怪物，所以我的形象取决于人们的内心。怪物？难道今天阿包阿甘看到的怪物是？那个怪物是？没错，我本就讨厌贪婪之人，他们不但肆意闯入，还对我的小白狐起了贪念，后来还抓我养在池里的明雪鱼吃，真是贪得无厌，我要惩罚他们。这么说您真的是西王母啊？是，我是西王母，还有人叫我王母、金母、金母元君。我的全名是白玉归胎九凤太真西王母。这么多名字还这么长。孩子，你来找我是为了某件东西吧？您说的对，没错，我想用天磬来演奏六五。那么我能先看看你的技艺吗？好的，没问题。真是聪明的孩子，没想到我西王母自创的太真莲花调居然被你这么个小孩用石头演奏出来了，了不起呀。西沙赤水昆仑巅，玉玺问仙又未显，既说曲高和者寡，谁料知音是妄言。做得很好，孩子，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啊！谢谢。你确实有资格得到天磬。这样，明天你们来瑶池见我。大半夜的，操的啥呀？你们来见我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带上这两个人。好了，那我就先走了。希望我，谢谢。嘿嘿嘿。
罗姆，谢谢。诸位贵客，我等奉西王母之命带三位前去瑶池，请各位上路吧。西王母今天早晨非常高兴，说是遇到了知音。那俺们俩呢？你们二位就由在下送至昆仑山下，以后还请二位不要再来了。那有没有什么赠品，比如蟠桃之类的？啊，对，玉素琼花啥的。二位要是再耽搁，恐怕王母又要将二位羁留在此了。快快随我下山吧。三位请，走吧。请小心，不要惹西王母生气。哎，二弟不用紧张，瑶池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你看那些伙伴不是也很高兴吗？西王母什么时候能见我们呢？在见西王母之前，我先要声明一点，西王母可以读取人心。读取人心？从她的容貌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是善是恶就看你们自己的内心了。萧驾鱼，你梦见的西王母是什么样子的？萧驾鱼，快告诉我嘛，是正常的还是妖怪？说嘛，别卖关子了。嗯，萧驾鱼，苏琳娜，你们快跟我来，王母要见你们。你们来了，快坐下。不好意思在这儿见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什么？看我长什么样啊。您怎么知道的？老婆婆，你们想要的天气我这里有。那您会给我们吗？这应该只是周王的梦想吧。不，这也是我的夙愿。是吗？嗯，我想要完成这个演奏。有志气，我这里还有蟠桃和玉树琼花，不想要吗？不用了。那我就把女娲补天剩下的32块五彩石送给你吧。五彩石？你在洞里敲打的就是五彩石，用它们演奏出天音时，天庆即成。那么贵重，我不要了。好孩子，遇到你这石头也算是遇到知音了。真的，谢谢西王母。来。本集提问：女娲补天到底用的是什么？补的是什么？扫码答题有惊喜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梦想起航那一秒，放弃我们久违的心跳。这个骄傲时刻，脸上微笑绽放，要让全世界知道。你的记号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